那个线上那个馆长的粉丝馆呆哈，馆呆这时候要跟我们站在一起啊，这么久，所以摸摸。那、啊、你们是来这边有什么诉求的？钓鱼台是我们的。那你们是来这边准备要做静坐多久？哦，是含堆久了以后，我们诉求表达出来就可以了。希望蔡总统有听到。那你希望党部人下来有接受你诉求吗？什么之类的？对啊，因为钓鱼台是我们的，也不分男女。哦，真的要捍卫我们的主权。哦、我希望、可以来声援民进党，声援蔡总统。哦，把我们的主权钓鱼台，哦，拿回来。哦，不分男女哦。这边像玄彬、韩家军，谁是韩粉？很多韩粉要上去，所以两位现在不是以韩粉的身份。不是 ，no，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。是，有开到这件事。对。我没收到这个风哎，了解。那杏仁哥呢？没知道这个新闻。我今天就是来宣誓，钓鱼台是我们的，就那么简单。那今天过完，现在老朋友，你看，有人追问哦，有人一直追问呢，有人自称是韩粉，要上台。今天来是公民，怎么会说是韩粉？韩家军，我也不是有颜色的人啊。自称。那今天过完之后，两位是什么身份？中华民国的国民。那对于韩市长，中华民国钓鱼台是我们的。你看到、哦、线上老朋友，你看看这就是。他一直要。蔡英文也是中华民国。